吞的是黑的，黑的，我看到的可是白的呢。对啊，白的，黑的，白的，你给我吐出来，白的，快，吐出来，白的，白的，白的。大家何必纠结？我咽下的这一颗棋子呢，大家都看到了。这碗底一共有一黑一白棋子，剩下的这颗就是于掌柜的。大家打开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 对呀，对呀，于掌柜，如果你拿的是白的，那我哥哥就必须把脑袋砍下来；如果你拿的是黑的，对不起了，于掌柜，把你的左手给我剁下来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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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